昔孟瑶摔跤，陈学冬晒起脚肿照片，为其打气，你是最棒的。来源网易娱乐，11月20日晚，上海维米大秀开始。在表演环节中，中国超模系孟瑶妖娆走秀时不慎跌倒在台上，看上去摔得不轻。随后奚梦瑶在微博发文说，对不起，我会一直走下去。随后陈学冬发文鼓励。陈学冬在奚梦瑶的道歉微博下留言说，都肿成这样了，先消肿，你是最棒的。十分关心奚梦瑶，之前开场秀之前，陈学冬就晒出照片为其加油打气。有网友发现，在之前陈学冬的评论中就发文预言奚梦瑶走秀摔倒，他说，摔倒了我可不会扶你哦。于是陈学冬神预言奚梦瑶摔倒被平行一日预言地，不过现在陈学冬已经删掉这条评论了。分享赞相关阅读。